记得。本地人，以上四位是人之一，绰号 K 叔乐。真名呢 ？K 叔乐。这个人好狡猾，我在以上四九年，见佢唔到十次。嗱，近排我收到风，佢筹划紧一单大嘢。什么大单？具体内容我唔清楚，但可能佢可以话俾我哋。这个视频你看过了吗？我的善良刚才给我的，只要我们有他贪污的证据在手，就可以正式逮捕他。许 Sir， 捉了他，你是不是就帮我洗白？难得有贵客来到我的地盘，我一定要让你吃死了喝的好茶。泡茶最重要就是时间，卡紧袂使，卡慢不是袂使。如果你找到最恰当的时间，那茶味就会由茶叶传入水中。就好像我做事那样，饱经世故，不计不学。Have you heard of Octa Trading App? It's a globally regulated CFD broker that charges no commission or fees. 为什么广告的？我点 QG 哦。Plus, you can trade anytime, anywhere, super convenient. 还没有找到重要线索，不要打草惊蛇。哎，有不有人？当然。这不是一夜之间就能看到的成就，这些年我在网上拼命做了无数次研究，而且深入阅读了孙子兵法和哆啦 A 梦的胖虎之间的爱情故事。空心台啦，我最近在策划一单大的，已经预了你份。我知道你不想看我这个广告，但如果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哎，怎么又广告的？你没有钱买 Premium 吗？喂，老细，你都仲未俾 bonus？ That allows you to trade on more than 300 trading industries, including stock, currency, precious metals, etc. 为什么不可以 skip 的 ？With more than 40 million active trading accounts, over 60 industry awards and 180 countries covered. 我这个人越看越眼熟啊。系哦，大啲啲仔啲。It also has security measures and regulations that makes Octa App safe for trading. 我知道你对 trading 很有兴趣，所以我决定把这笔钱交给你去投资。你如果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来找我。诶，你也可以报名 Octa 免费的 course， 那个 course 会给你 basic aspect， 又有 regular webinar。You live trading session for beginners and pros. 喂，搞咗咁耐，原来讲紧 trading。这个视频没有什么线索，我觉得你可以继续回去宜兴帮我收风。咁冇关系，可以洗白啊。哎，这视频谁拍的？明明话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十年都嚟噶啦，老细。冷静一点。十年，我睇到攞咗无数嘅奖啦，而我呢？你喺度问自己系边啲茶噶嘛？这次任务完成之后就退休。收爹你，呢个时候都要搞清几次啦。系咁啦。
可以收了。